真棒。救援大作战，新成员金娜已解锁，让我们恭喜秦菲姐挑战成功。我忙活半天就是为了解锁她，真是够惊喜的。菲菲，菲菲，你好厉害啊！没想到会是你，辛苦了。嘉宾里怎么会有金娜姐？我姐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，知道她能来吗？那完了呀！我姐说不回来，她肯定要发飙。你打我！你去照顾一下大家去。哎，你不能走，你自己闯的祸，别让我顶。你这孩子，你给我撒开！我不撒。柯菲菲，我给你开除了，你信吗？我数三下啊，你给我撒开！一，姐姐，人四喜欺负我，姐姐。哎，真棒！哎呦，这么瘦，劲儿怎么那么大呀你？别在这给我装啊！金娜的事情，我给你三分钟时间解释。秦斐，咱俩第一天认识啊，我直说你来吗？我，你不来，我来，你肯定不来，我肯定来。这个机会是西西和，这个机会是西西帮我创造的。我为了一个金娜放弃，我凭什么呀？不值。真棒，秦老师豁达了，成长了，加油啊！我走。噗噗